大家好，我是 HKB 公司的，在乌鲁哈盖修路，现在马上就是封道了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希望各位司机啊，即要道而行，不要是在这个主道上跑了，因为主道上有安全隐患，所以大家我变道修好了，希望大家把这个都走在变道，慢行，一切平安，祝所有的司机一切平安。